2015年7月，正值日本本州岛梅雨季节，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的国会大楼前，几乎每天都有静坐抗议的民众。同一个诉求，让克己隐忍的日本人跨越身份与地域，聚集于此。参加抗议的日本民众，目的是反对安倍内阁对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中第二章第九条“永久放弃国家主权，发动战争”这一条目进行修改。憲法は戦争は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決め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だから日本の国は戦争に参加はしないんだと言って、平和のためにだね、今日まで来たわけだよ。それを一安倍内閣がね、憲法の解釈を変えてだね、戦争ができないことにしようというんですからね、これは許されないと。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和平宪法为日本带来了70年的和平，因此它成为了大部分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国家原则。然而，面对执迷不悟的日本右翼势力，我们应该再一次细微地呈现那场侵略战争的源头。或许这有助于今天的人们知道，当年的法西斯日本到底走过了一条怎样的狂妄与毁灭之路。1931年9月18日夜，时针指向10时20分，中国沈阳北郊柳条湖南满铁路上传出一声巨响，一段铁轨被炸断，10分钟后，日本关东军开始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震惊世界的918事变爆发了。その後日本が15年間、中国を、ね、侵略し続けるって、その最初 の時期、になるのは大変大きい。那么日本关东军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了震惊世界的918事变呢？日本山形县鹤岗市，这里是918事变主谋石原莞尔的家乡。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918事变正是在他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一手策划下付诸实施的。辽宁宾馆的第三餐厅如今被当地市民作为商务宴请使用，而在1931年9月，它却是日本关东军几位高级军官出入最频繁的密谋场所。在918事变爆发前三天的1931年9月15日，策划发动侵华阴谋的几位关东军高级军官，正是在这间房间里开会到凌晨3点，却依然无法拿出最终的决定。9月15日，计划终止。筋書きを書い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あの石原が非常に弱気になる部分ってあるんですよ。ずっとこう強硬にリードしていったってことじゃなくて。那么本来决定终止的事变，为什么又在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呢？
我们在石原莞尔的日记中反复翻阅，并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在9月18日的日记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9月18日，开始并不顺利。1931年9月18日，正是918事变爆发当天。而石原莞尔所说的不顺利，指的又是什么呢？远藤三郎，官至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在1931年9·18事变发生几天后，日本政府责令日本军部派调查员到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而远藤三郎正是调查员之一。在霞山市立博物馆，我们看到了这本特殊的调查日记。9月28日，周一，阴。我们被带到一间煞风景的无人客厅，既没人来奉茶，也无其他消息。过了一会儿，石原莞尔中佐进来了，他一言不发，突兀地向我们敬了礼，就离开了。按照关东军的说法，1931年9月18日当晚，由于中国军队破坏了日本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所以负责守护铁路的日本关东军才执行守备职责，予以自卫反击。后因和中国军队发生激战，关东军才炮轰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事态逐步升级。今天的沈阳市柳条街一带还有这样的三栋青砖房，它们是北大营仅存的遗址。80多年前，这里是9·18事变最初的事发地。远藤三郎也曾被关东军带到北大营进行考察，因此他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着这一切。9月30日，周三，晴。在北大营里，兵舍被破坏烧毁，被野狗野鸟啃食的尸体四处散乱，惨不忍睹。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尽快的处理。据我们亲眼看到的柳条沟铁路的破坏情况，作为这次事件的开端，实在是微不足道。远藤三郎逐渐意识到，一个小小的铁路破坏事件竟然引发日本关东军大动干戈地攻击中国军队，这一切并不像关东军描述的那样简单，背后一定另有阴谋。在这本石原莞尔交给远藤三郎的满洲事变中，他详细写出了自己对于中国东北的看法。满蒙的农产品足以解决我国民的粮食问题，鞍山的铁矿、抚顺的煤矿等矿产资源足以支撑目前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基础。1927年起，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共内战，同时蒋介石为削平各派军阀势力和排除政治异己，
再次发动新一轮军阀混战。同一时间，西方主要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无暇顾及日本，企图独霸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关东军认为占领东北时机到来。然而，1931年9月18日当天，石原莞尔本想通过爆破一段柳条湖铁路，引起与中国军队的交战，以此来挑起战端。但他没有想到，铁路爆炸后，并未发生中国军队反击的场景。情急之下，日本关东军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即在爆破铁轨附近布置一个假现场，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他们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摆放在现场，作为被击毙的爆破铁路的中国凶犯。だから中国は非常に残虐なことをすると、だから日本は権益を守るために軍隊を出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口実にしたということな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けどね。十分钟后，早已磨刀霍霍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向驻扎着8000东北军的北大营猛烈攻击。由于受到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驻扎东北三省的十几万重兵任人宰割。9月19日上午8时，日本关东军在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沈阳全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随即落入日军之手。日本军队以918事变为开端，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之路，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在战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争策源地。百年前，日本在明治维新斗士们的带领下，立志要效法欧洲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但却在不知不觉间，在贪婪和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法西斯日本终于在1945年8月尝到了欲望无法抑制后的恶果，他们在一次次战争中获取的财富，最终在战争中连同人民的生命一同被摧毁。法西斯日本的本土在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下陷入一片火海。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0时，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致命打击。苏联出兵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要求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日と四国に対しその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1946年5月3日，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的东京审判开始。大批战犯接受正义的审判。然而，战后美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竭力庇护了大批战犯。其中，作为侵略战争最高统帅的日本裕仁天皇，没有受到任何追究。而这，给战后日本政治带来严重后果。造成日本政府拒绝对侵略战争进行诚心的反省和悔改，甚至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47年，美国占领军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开始生效，规定日本放弃战争。天皇走下了神坛，法西斯日本时代宣告结束。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日本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和国家今后的道路。だから我々の場合は加害の実際の我々の仲間がね実際に略奪し強姦し殺戮している、一人で何名も中国人もね罪のない人々を殺している、我々の仲間が全部そういうことをね事実を事実として書いて、そして全部手記を裁判の供述書でも書いてるし、自分の罪をね実際に発表したんで10冊ぐらい本がある。もうそれは加害の事実なんだよ。でそれは本当に深刻な反省の上に立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でお詫びとね謝罪をしているんで。当初调查918事变真相的日本军官远藤三郎深刻感受到了战争对人类的伤害，也开始了和平运动。每年的9月18日，中国东北沈阳都要举行纪念仪式。918事变至今仍然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提醒着国人勿忘国耻。戦争の過去をね、厳しく反省をして、そして同時にやった行為についてね、大変な謝りをしたと、読んで謝罪をしてたね、これから仲良くしようという話にな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で、今日まで日中関係が来てるわけですよ。中国が良くなれば日本が良くなるし、日本が良くなれば中国も良くなると、こういう環境を持っていくことはね、それはもう国民全体がね、僕は望んでる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よ。ね。だから、そういう方向にやっぱりこれから進めていかないかんと。如今918事变开启的战争硝烟早已散去，在中日两国和平的力量一直在茁壮成长，但在和平的阳光下，日本少数人的军国主义思想也在悄然释放。2015年9月19日凌晨，就在918第二天，日本安倍政权处心积虑推动的安保法案，最终在在野党议员的怒吼和国会外抗议民众的哀鸣声中，
获得了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这意味着安保法案正式升级为法律，日本政府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日本人民带来了70年和平的和平宪法，自此名存实亡。而向往和平的日本民众，很可能和70年前的先辈们一样，再次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向战场。押し通してやるような政策についてはね、断じて許せないと言って国民が立ち上がったわけです。で、衆議院ではね、強行採決をやってね、完全に法律として成立す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ですからね、何としてもこういう法案をね、もう反対だと通すという決意で今頑張ってますからね。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战争是一面镜子，它清晰地映照昨天，同样也能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今天。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日本这个曾经的战争策源地，军国主义的幽灵从未真正远去。因此，无论是善良的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应该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偏僻荒凉，大漠深处却是防空兵的练兵场，实弹射击考核，他们将怎样完成快速占领、进驻救岛？又是如何克服困难，完成复杂对抗情况下的多枚导弹发射任务？军事纪实下期播出，防空兵淬火记。